们开喷之前，请搬好小板凳，点击屏幕下方订阅按钮，微博微信搜索巨能扯放胆喷，点击关注，尽情把你想砸烂显示屏的电视剧告诉我们。作为剧迷的日常必须实力吐槽，实力撕逼，良心制作，每周一更哦。终于大结局了。如果说开锁开虐开外挂是思密达的标配且必须入戏，那各大配角的强势抢镜根本就是让写在入戏出戏入戏出戏中来回抽插，根本停不下来。自从女主喝了众王子的洗澡水后，各位王子对女主呢迷之好感，就让解决的一切大招中还是主角光环最厉害呀。但大结局的虐心大戏，老十四那绝对是翻身农奴把歌唱，配角放大招求解放，对，就是女主生了哥哥的娃不在乎，女主跟你柏拉图不在乎，女主嫁给你却画着别的男人的头像也不在乎，但信封上的字儿不能和老四一样迷之基点。이걸황제폐하께전해라되도록빨리읽으시라고예잠시만내부인이황제와필체가똑같다니우리우습겠어众里寻他千百度，喜当爹都不管，最后尼玛为了个字体吃醋，哎呀妈，吃醋吃的这么不在点上，老十四你也是史上第一人呢。接着大结局演到了不到一半，女主宣告领盒饭，当姐以为男主也该穿越了吧，呵呵，我配角抢戏还没抢够，梨花一言不合就实力上线，那和老四一唱一和的淘宝15块包邮头饰告诉你别说话，我和我的王正在接收外星信号。于是说好的大结局，配角就这么一个一个辣眼睛的上啊，老爸那老的跟妈都能兄妹相称了，全部王子都快中年了，十三的长相还在解放前，而最最辣眼睛的是老十三突然看到了老爸女儿，无操编剧，请问这是要叔侄恋要开始了吗？정말인데넌이름이뭐냐이름복순이다이름이뭐냐종자기복순이우희야이제그만숙소로가야한다어그래복순이姐，不管历史上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啊，导演你非要拍出来个辣眼睛是几个意思，用哥哥一秒变孕妇来抢头条，姐也是为女主穿越的不值啊。最后姐都不想说什么大结局，剪辑实力蒙圈，你编剧眼泪赚够，到头连男女主有没有可能在一起都没说清楚，步步惊心力就说你大结局主角没俩镜头让配角抢足的戏，真的是誓死要开刀片布了吗？本周的第四名，姐只想颁给左眼鬼事，准确的说是左眼鬼事的男主。这两集就讲了女主疑似死了，大师兄突然黑化的事儿。自从咱们十阿哥从杀死了俩小鬼，那实力招人烦的功力简直是突飞猛进，直逼太阳系呀。话说一行人为了女娲石来到汉魃老巢，男主一抖机灵拿到女娲石，就此开始男主瞬间自信心爆棚啊，忽然觉得气血上涌，世界唯我独尊，对，我能砸了女娲石，你信不信？羽翼，这就是你要的女娲石，我为你拿到了。等一下，你必须遵守我们的约定，先放了他们。把女娲石给我，你要是再敢往前一步的话，我就砸了他。厉害了我的哥，你一不学无术的小混混当了两天白无常，真以为自己是盘古了哟，哎，上古神器呀，就你还能砸喽？也真是你自己开启的主角光环，不要太晃瞎眼。接着女主为了大师兄一命换一命，男主从第一集开始见眼就迷之爱到无法自拔的雄性荷尔蒙又一秒开启，为了抱女主，女娲石直接扔了，哎呀妈，那销魂一甩真是不要太违和，你放兜里会死啊，会死啊。所以接着所有的剧情就在这十分不按正常人脑子出牌的套路下，顺利的按照编剧的想法走到了大师兄拿到女娲石实力黑化的桥段。反正从头到尾男主一言不合开始回忆杀，男主一不留神开始长篇废话，接着男主终于说出他激怒所有观众的一段话，你说话呀秦明，你说话呀秦明，怎么不说话了？你平时不是喜欢说话吗？你平时不是话很多的吗？你为什么现在连一句话都不说啊？空空儿你说话，空空儿你说话呀。
你们俩怎么现在什么话都不说了？清明话多，男主你醒醒，人家清明有你话多吗？尼玛，这是演戏不是朗诵，你废话让进度条都想自尽了，你让别人还说啥？不说了，大师兄黑化的太违和，男主话痨人设也崩塌，这部剧也就是吃在没钱的亏了。男主你少说多做会死吗？小半年了啊，换成你居然还能用你那没有最啰嗦只有更啰嗦的节奏霸占屏幕，姐首先表示大姐加粗的福，每周四集把废话一去也就一集的剧情也是让姐感慨，亲们以后的剧都来玄幻的吧啊，死了可以复活，活着无聊可以要死要活，确定要活还可以灵魂互换，新技能姐是 get 了。别急，这几集换成全部给你喂饱，首先是各种亚非拉小民族，话说朝雅女王那一碰琴就弄死花花草草的神技能着实让他崩溃，于是那你们告诉我还有什么值得我活下去，接着就是各种女王你别死我们需要你，哎呀妈，李如说啥话你们都听得一清二楚呗，队形排得整齐就等着主子说放弃人生，你们好喊口号呗，朝阳女王，朝阳女王，雄龙千阳，永生生世世追追两个组啊，加起来不过20个人。导演，剧太长，经费不足了还是咋的？多请俩群演会不会死？画面感人的姐都想给你众筹了。而这边好好活着的不想活，那边为了卡索确定要好好活着的，一言不合就灵魂互换，也是让姐见识了一夫两妻的神奇画面。于是接下来卡索一不小心就出轨，狂吻老婆黎洛的肉体，结果是人鱼的灵魂。哎呀妈，他到底睡了谁？导演来解释一下呗。你醒了，昨天对不起，还占用你的房间。姐能说这段对话说白点就是你睡了我的床，于是我睡了你的男人吗？所以玄幻剧就是想咋编咋编，灵魂和肉体，生和死，随便来个排列组合，所以就又是一个 IP 了吗？所以换成接下来又是一段吃醋误会三角恋，活人死了死人活，再来灵魂换一换，哎呀妈，又能有60集了是不是？误操，换成小半年了，不就是两族对打外加几段 couple 的事儿吗？到你这愣是又乱又长，姐就问你还能不能终结了，有仗能不能快打？美容沙龙作为腿里最美的姐，得知这全是帅哥美女的剧强势上线时，姐是激动的，但当姐梳洗完毕强势开撸时，姐是崩溃的。虽然李贤仔是姐愿意看小时代的全部理由，但再帅的脸一言不合就强势撩妹，姐也是为各位群演的用力过猛吓得有点魂飞魄散呢。该片一开始导演就用长达3分钟的镜头全方位展示了一张脸，对，就一张脸，走着的迷妹看到口水流一地，坐着的美女看到瞪眼喷鼻涕，就连送饭小妹尼玛不就是一张脸吗？那看到直接晕倒的戏码也是戏太足，实力碰瓷一言不合就强行锁爆，哎呀妈，还能不能再浮夸？还能不能？哦，我真的。妹子你眼睛都快不聚焦了，快醒醒啊。该剧从此开始，该剧一言不合就用一张脸说事儿，也是三观有待提高。男主撩晕一众妹子靠一张脸，女主成功找到男主成自己员工也是靠一张脸，就连客户找男朋友看的是一张脸，男友劈腿女客户闺蜜也是因为另一张脸，就连男主为女客户报仇故意勾引见闺蜜还是凭借一张脸，给闺蜜的理由同样是因为你的脸。哎呀妈，韩国真的是一个看脸的国度，姐三观即将受到强烈冲击。지나가는데너무이뻐가지고지나칠수가없네그게거절은거절해요그리고거절해봤자후회할거잖아所以说存钱等老公不如存钱去整容，努力找工作不如化个妆去咖啡馆找个帅逼坐一坐。思密达呀，你们真是城市透深的逼姐回农村呢，美妆沙龙 M 你真是要搞事情啊。啥都不说了，等姐存够10万整个容，姐也到你们那个屯逛一逛。哎妈，以后不用喷剧了，以后也不用担心咆哮姐夫会跑了，因为姐有一张大美脸，因为全世界就看脸。哎妈，导演老刺激了是啊，哔哔哔，警察快去把这个人抓起来，他不给姐留活路啊。
高能，前方高能，前方超高能。面对各类电视剧界中的牛鬼蛇神，姐虽然早已练就金刚不坏之秀丽美体，但面对这部剧姐已经千疮百孔，此刻多说一句都是废话啊，此剧多看一秒都要瞎。不要说姐妹提醒你们，当你看完，妹妹请不要轻易抬起你的腿，如果七窍流血请自行艾特 ICU 来，直接辣眼睛不谢。这没人吧？应该没人，我们就在这儿弄吧。哎，别别别，我会负责的。不要，哎，不要不要啊。此刻想关视频的请扣一，此刻想继续看下去的姐劝你也跟着扣一的一起关掉视频，因为接下来你会发现你能感受到辣眼睛，那都是因为你还没瞎。男主的正式登场，那才是全剧高能的开始。男主和女主的画风，呵呵，傲娇胖妹不算啥，姐这就送上马赛克 G8 小公举一枚，请自备痰盂汤盆，或请直接一步马桶旁边，不说了姐先吐一会儿。咋，你谁呀？裴瑞绅士，卧铺马赛克 G8， 马赛克 G8 新的马赛克新人，不能在外域星球独立生存，我将以新魂状态与你链接，正义合体。广电总局你们还管不管，此刻该剧的画风就在马赛克的指引下高潮迭起，三分钟腿里农业重金属风，两分钟巴啦啦小魔仙旋转跳跃你玩着弹风，最后更是强行秀一波正能量，啥都不说了，你们说这剧姐还能说啥？在孤独寂寞的夜晚，姐就让马赛克星祭霸公主陪你们销魂，在即将呕吐的边缘，姐就让和祭霸公主在当哭合体的巴啦啦男主陪你们唱跳，记着女孩别轻易迈开腿，小心扯着祭霸公主。哎呀妈，姐说不下去了，先去吐一会儿。万一有点生理反应怎么办？大口吸气，吐气呀！来，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深呼吸。妹妹，请你不要轻易的抬起你的腿，不要让男人轻易的吻着你的嘴。优酷，世界都在看。